在宜兰和头城海边的交界处，有一栋充满希腊风情的建筑，您看看，经过的人都还以为是什么咖啡厅或民宿呢，但是走近一瞧才发现原来它是派出所，许多的民众都很惊喜，纷纷的拍照留念。蓝色屋顶，白色砖墙，这栋充满希腊风情的卯澳派出所就在宜兰和头城交界的海边。希腊建筑加上碧海蓝天，蒙一瞧还真有置身地中海的感觉。但卯澳派出所之前可不是这样，因为常年受到海风吹袭，外观早就斑驳不堪，县警局决定重建，花了65天才有这般风情。当我们整建完之后呢，也吸引了很多民众注目的这个焦点。现在我们也提供了多项的服务，比如说有民众骑脚踏车啦，我们也提供了这个打气啦、加水啦的服务。整修之后，原本看起来冷冰冰的派出所多了份亲民的感觉。下次如果您有经过这儿，不妨下车拍个照，留念留念。